又是上山景峻的一天。今天的目标也是捡白葱油甘菌。在我们这边最开始出的菌子就是白葱油甘菌，所以最近山上就只有一种菌子，别的品种别的菌子要陆续才会出。这个位置绝对有一朵，哇，这朵不错，有点肥。这个位置又发现一朵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小？今天的菌子都比较小，小朵小朵的。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这么几朵，捡不到了，回家了，现在，走，回家。